啊，我安排了一次了。哦，你，人家想要这个鱼丸都是无数个字，你就两个字，瞎了，啊，就瞎了。你这么高冷的吗？好的，好的呢。我认真打一把，然后的话才能去打巅峰赛，好吧？这把打完打巅峰赛，这把渡劫。刚刚被那个臭不要脸，对面的臭不要脸的药给偷家了，竟然被偷家了，太臭不要脸了，跟没赢过似的。啊，我渡劫的人都没像你那么没赢过，对吧？这不花里胡哨吗？好，咱们的猪肯定没了。哎呀妈呀耶！我们的猪是留不住的，因为的话我们那两个英雄打不过对面的那个嫦娥还有孙膑，很明显。留了一个大猪给我还挺好的，对面的嫦娥他肯定会经常来光顾我，肯定会经常来光顾我这一窝猪，因为这是他回蓝的最好的法宝，你知道吧？哎，看一下那个野怪，看一下野怪，好傻呀，这辅助咋那么傻呀，一会儿只会被他给拿了。好，射手也有点傻啊，不是太傻，还行，小傻吧，并不是大傻。撤你个大头鬼，撤！搞他呀，撤退！花里胡哨，来了三个人吗？不就是三个人吗？弄得好像我怕他似的，这不花里胡哨吗？弄得咱好像怕他似的。对面也没打算打小龙啊，你这是把小龙打出去给他打呀啊，小伙计，过不过来啊，兄弟们？啊，我操！这对面比我们这边为什么？我一到渡劫的时候啊，这对面的都比我们这边要强那么多，一时强好多，你能懂吗？那让他们来，他们完全都不来的，不来拉倒吧，对吧？想给想打个抢个小龙，给你们一手优势，你们都不要。不要的话呢，接下来肯定又是我一个人的顺风，肯定又是我一个人的顺风。有时候我想给他们优势，他们不配合。一刀，对不对？这不是我不给不想给他们优势呀，毕竟的话，这把是渡劫。所以说我还是蛮想给他们优势的，让队友优势一下挺好的，但是他们不配合呀，就挺难。你看下路又送给了对面一个人头，你说我难吗？我容易吗？我难吗？难是你挺难的，容易的话一点都不容易。成年人的世界里他没有容易二字，有容易胖，然后容易老，然后容易秃，还有容易什么？容易没钱，对吧？还有容易什么？容易被催婚，还有容易什么？你讲道理，成年人的话还有挺多容易的啊，蛮多的。你终于跟上了一回小射手。还挺骚，小伙计，看你的队友死了，你有没有兴趣向他替他报仇啊？好，咱们直播间并不是有很多，才华的，有才华的并不是太多。我说完几个容易的点，然后你们就讲，你们就找不出来容易的东西了。啊，对比起来，感觉还是我比较聪明啊。可能只有我这种历尽沧桑的男人，才能够说出这么有才华、这么丰富、这么有
内涵的话来，对不对？到了老半天，你们都找不出容易的东西嘞。拆个小塔，你小老弟挺骚啊，挺骚啊。我们三个人过来了，太熟，太骚了。其实讲道理，这个马可他还需要起来，因为他是真伤的，打长二的话他会比较好打。很爽，一手小控制。啊，也对，容易孤独，容易穷，还有容易什么吗？啊，以后不要再说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哦。这大招不知道风走位，挺笨的。这小伙计有点笨，吕布打不过他，也是情有可原。毕竟他的大招风走位他都不会。哎，你上错楼了，你上错图了。我们的射手也是有点呆呆的，还行吧，有点呆呆的，不是太呆，还可以。其实的话他不用换的话，他反而会把他的优势给耗没。打呀打呀打呀，怎么回事？劈他一刀啊！哎呦我的天哪，按走了、啊、你还终于被你劈死了，可以。林真手，你别劈哦，我能回手掏你的不？我们的辅助呢？辅助过来，辅助上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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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对了，一个红 buff 而已，何必呢？对不对？何必呢？没必要。哎妈呀，你们这就有点过分了啊！嫦娥连塔都不让他守了，你说你过不过分吧？你定住我了，你想杀我不？你明显不敢的嘛，是不是兄弟们？是不是现在又是我一个人的顺风？队友还是逆风的。我从五分钟之前我就说了，这把游戏又是我一个人的顺风。我说对了没？我说对了没？那队友全部都很逆风，不管遇到哪一个，他们都打不过，只有我看到一个杀一个这个样子。算了，杨戬来得很及时。从各种小细节中我们就能分析的出来这把游戏到底是会怎么个发展。打得多了呀就懂得多了，这就是过来人，知道吧？过来人。楼台呀，哎呀，省着个大。我操，你好骚，直接狗道直接过来的，好凶啊！你的大招浪费的有点太过分了。拉倒吧，这上路啊，一直想要拆他就拆不掉。我们拼命想拆，对面拼命守。香儿。哎呀，上头来。哦，你不上头来的话，大家都得被留下。上头来就对了。你能不能不要找事啊？能不能不要搞事啊？动不动的就丢个技能搞事，老喜欢搞事了。我这个辅助。好多人看我和纯白喝奶，哦，我感觉我被你占便宜了。
用了你的一张图片，然后感觉被你占便宜了。哇，这手治疗真骚真骚，好肉啊，肉的不要不要的，打不动他。上头上头上头 ，yes， 对吧？我们作为我们的贴身辅助啊，还是要救他的，必要时刻救一手。哟，上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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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头头，你这上头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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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大招是吧？头啊！哎呀，我这真的很想救他，兄弟们，这救不了啊！他应该也能感觉得出来，对不对？他没能上来，他的大招冷却好久啊，应该多出点那个，多出点减 CD 的，他才能够快速的上头。投啊投你个大头鬼，谁要投了？我说让他上我的头，不是让他投降的头。嗯，这都虽然说同音，但是不同字。哇塞！哇塞！这队友都很感动，都是失血，我都是救他们失血的样子，你能懂吗？啊！我操！别勾我！啊！啊！啊！没得办法。辅助你先出个极寒风暴，不然你的大招太久了。怪不得了，他先出的这些装备，他一个 CD 鞋减速而已，其他的他都没有，他准备出输出的。嗯，有点呆。他必须要先出一个那个极寒风暴。他死了，他死了。我上把也是差不多八个人头的时候死了一次，这把也是，一个人顺风挺难的。他 CD 越短，大招就越短，我就能救得了他，因为他我操，这蓝 buff 抢的陀飞，因为他跟我上的话，他很容易就会被打下来，一被打下来的话，他就容易死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他必须要快一点，大招能快一点，就对我的帮助，对他自己的生命，都可以很好。你刚拿我一个蓝 buff 啊，我接下来就不好打了，我没蓝打不动啊，韩信太耗蓝了，拉倒吧。上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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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。他知道主动下来了，学聪明了，这小伙子学聪明了。哎呀，你们这怎么都跟没见过经济似的？漂亮！我的头盔啥时候好啊？头你上错了。你不能上错地方呀，刚刚被那个法师不小心抢了一个蓝，我就对我很伤。小射手小射手过不过来，射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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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没蓝了不，射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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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太难了，我不留这一手小惩戒哦，都可能被对面给抢了，送了对面一小波大龙，那就完蛋了呀。还好没过去。有时候啊，卡墙挺关键的，卡个墙他还能救我们一命，你们能懂吗？那孙尚香还有那个嫦娥，两个我是不怕。那卡了一手墙，发现杨戬也在。咱们偷一手小塔，你们怎么看？看看香香来不来？来了，还想走吗？上头，头，我的头盔，五级头，对，准备小秀一手，
两个，一打二对我来说问题不大。队友可以过来，虽然我可以一修二，但没必要，你知道吧？但没必要，毕竟我的钱不是太充裕。伤害跟上，伤害跟上，再还有一个。我不拆掉的话呀，这波不拆掉的话呀，如果我不拆，队友也没想拆，那么就可能一波不留。毕竟我着急的上王者，然后打巅峰赛去，金牌刺客。MVP 金牌刺客，伤害29，94单数 ，OK， 我们直接打巅峰。